你的感觉。那个自从啊买了老师的那个貔貅之后啊，前对。段时间老师有在脸书上分享直播，后来有网友提醒说可以把貔貅带回那艺林老师这边，让他再做加持的动作。那所以我就送了第一次回来给老师帮我做加持。那加持完后带回家，连续一个礼拜在佩戴的时候都有发现到它是属于戴起来是冰凉的，而且都会闻到老师那个贡香的味道，让人家感觉上那个精神都很不错。所以今天特地又再把貔貅带回来给艺林老师再加持一下。易经是易艺经啊，君，艺君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是艺君老师，不是艺林老师，把他当成那个艺人去，完蛋了会被老师打。是艺君老师哦，艺君老师哦，记得是艺君老师。对，所以带起来，买我们貔貅带多久了？我今年买的，哦，今年买对，的。今年买的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卡在就是手头上的问题，所以我那时对。候请问老师，就是我选择了两个貔貅，让老师对，去帮我做选择。对，然后后来你帮我选择是属于这个是好像是这个双是色，对，蓝双黄虎色眼的貔那貅，个猫眼虎眼石，虎眼蓝石。黄虎眼虎眼石，对，那你对，帮我选择这一个。对我建对议这一对，块，建议这一块。以如对，果另好，反正就是两个的差异性的话，你帮我建议是这一块。那对。带回来真的是带完之后，真的是觉得找对真的老师有差，不要相信网络上有的跟你讲说去取什么天地水啦，什么阴阳水啦，对，哎，然后早上去阳台接露水啦，然后对，再去那个去什么深山。接什么地山蛇、泉山水泉水、井水，蛇，什么月亮晒七对天，对太对阳对，晒七天，月哎，亮晒七天。真的跟你讲，带这种东西还是要找专门的老师，而且对，网络上真的很多种，但是有经验的老师跟专门的老师，你带起来的东西会让你整个人的感觉都会不一样。上面是我目前带貔貅之后的感觉，对，对，嗯。好，谢谢谢，谢谢你的谢，分享。谢谢，也是要有老师啊，我们才能分享啊，才用这种东西呀、啊，不是吗？对，好，OK，谢嗯。谢。